今天要来看阿信的电影的假演唱会。今天就是因为要来看，然后因为那个就是那天抢票都还蛮抢，还蛮难抢。后来就抢到，为什么要看这一场？是因为他是陪在那个范子跟 Ken Lai 的，所以我决定要来看这一场。然后这一场蛮方便，因为他在地下一场。所以可以先吃完饭，然后再下去。我刚才已经看到有饭，蛮多的。对，因为为什么会看到有饭呢？因为大家都来一样。你看超明显，吃饭，吃饭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好呀。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手灯。要，真要装电池。没有接触的人会知道，这是2002年啊，是后面的。我们要入场了，入场了，入场，入场。哎、欸，我们不是这边可以拍吗？好漂亮啊！我们等一下出来应该就还是可以拍啦。一直想为什么会变那么帅，我到现在还是有点疑问。到了，进场了，票票票。我等一下就是不管有没有真人，我都要尖叫。我们在哪边？然后排五六啊？这个没有花到的问题，没问题，坐哪里都可以。会有哎、欸，它还有那个，就是它还挂爆在上面。这种就没有什么，它也不会管你什么肖像权。电影院的员工也。刚看完，大家超嗨的。你就没有真人，跟搞了跟真的人来一样。啊，好累哦！第一次看演看电影看这么累的啦。啊，好累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他这时候这时候超级帅，好不好？他03年真的帅到一个爆炸。为什么做不用心打工？那03年真的是有爆炸。03年巅峰期呀！哎，这样是一个微粉的时间。刚刚要买一下，才280。对啊，那好像全包也不够。看完了，看完了。好累哦。看完了，看完了，看完了。有人看完一场电影，然后好累啊！心得就是好累，回去的路上可以就是再继续听阿拉写歌。我们看完了，现在回家的路上，然后继续听阿拉写歌。你的感想是什么？就是一开头，哎、欸，我真的
就跟平常看演唱会一样，对啊，就突然就眼睛有点湿湿的，然后就你有感动哦，就是后来唱520的时候，我也不是感动，我就觉得有点感触。哦，对，唱到520之后，唱到他反正就是什么20年 cycle 什么之类的，我想说天啊，我其实是从2001，对，也就是今年刚好真的是第20年。然后就觉得我也是2001其实也很早了，对，然后所以今年也是刚好第20年，本人我是1999还 OK 啦，就是假装自己在看演唱会，可是那萤幕是真的还蛮烂，我觉得萤幕很烂，对，然后其实它有一些慢动作效果，然后我想说如果是在电影里它最烂的是那个慢动作，可是对，可是没办法，就是你想要这个场地是因为你可以站起来、啊、因为一般的话算是我觉得阿拉斯应该是也只有饭会去看的，无所谓什么，就是别人会阻碍到别人这样子，然后有日本人，我后面就是日本人、哦是哦、对，我想说而且他的那个 Announce 广播传也有日文版，我想说这是开演唱会，当初开演唱会，对啊，没有，我真的觉得这是太久没有看演唱会了，所以你你看那边还有翻，没有，我就要想说太久没有看演唱会，所以你看了就觉得说哦天啊，我在看演唱会这样子，就是有一点感动，就是一个把一群饭然后聚集在一起看电影的一个概念这样子。哎、欸、我忘记系安全带。觉得它还有一个缺点，就是歌词都是中文。